慢慢開始有啲類似係恐怖主義嘅感覺啦。好多唔同意見嘅人竟然會受到傷害，即係呢一個行為其實已經完全超乎咗即係所謂咩民主啊，或者你自由啊。Hong Kong endured months of protest, and some of the protests were very violent. In this video, I'm going to show you opinions from some young people from Hong Kong tha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heard before. Since protests started last year, many people who disagreed with protesters were bullied, threatened, and beaten up. That led to a lot of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protesters to be afraid to speak out. So in this video,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identities,I decide to hide their faces while conducting phone interviews. 大家好啦，我叫，咁我喺香港长大，跟住咁啊依家我而家27岁啦，咁啊我喺香港而家创紧业。暴力的示威游行对你的生活、你的家人、朋友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哦，即系其实喺上年开始啦，咁啊慢慢呢啲示威游行，咁其实一开始我哋都會覺得佢係同平時嗰啲遊行差唔多啦，咁大家有你有你嘅意見，咁我會俾你表達出嚟，咁互相唔會影響到嘅。咁但係去到後期嘅時候，就會見到嗰、那個所謂嘅遊行或者佢哋嘅示威咧，係慢慢開始變質，即係變到係更多嘅暴力啦，甚至係好多係超越咗好多嘅底線啦，即係可能係傷害到人哋啊，破壞咗社會好多嘅嘢啊咁樣。咁其實係我哋都唔想見到嘅，咁而且係帶咗好多唔方便俾市民嘅。咁即係例如喺我阿爸咧，咁佢平時翻工放工，咁啊通成日咧係會個地鐵就唔通啊咁樣，咁會變到喺我阿爸咧係翻屋企啊或者翻工啊，其實係好唔方便。即係有一次佢翻到屋企，因為地鐵停咗咧，係佢行翻嚟行咗3个钟。作為香港年輕人，你支持他們這種示威遊行的做法嗎？自由的表达或者一些言论的自由永远不可以超出一条界线，就是你去破坏了个法治，或者是去伤害了人家，甚至是攻击了人家。那我想这个是其实是接受不到的，而且是一个即文明的社会，我想是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并不支持就是说一些很极端或者是很暴力的行为。你觉得是支持示威游行者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一个普遍现象吗？是属于大多数吗？在我的观察上面，其实是有不少的年轻人，有不少的香港的市民其实并不喜欢并不认同这一种破坏的行为，或者是现在慢慢开始升级成为一些他已经升级了超越了破坏或者伤害的那种行为了，已经是变得是很令到人係驚㗎啦，即係慢慢開始有啲類似恐怖主義嘅感覺啦。那為什麼我感覺好像我很少聽到，像你這樣的聲音，或者是大多數持這樣意見的人的聲音呢？因為我哋希望係退翻去和平，退翻去俾呢個社會去慢慢嘅行翻去正軌。咁但係我哋唔發聲，其實係出於我哋唔見到成，即係我哋出於我哋對香港嘅愛。所以我哋唔發聲，但係並唔代表嗌得最大聲嗰個人佢就掌握咗真理，或者就係佢代表咗大多數。咁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即係而家尤其去到後期啦，即係近段時間啦，咁啊變到係好多唔同意見嘅人竟然會受到傷害或者係人身攻擊、起底呢啲嘅嘢，咁都會發生嘅。即係例如喺琴日。就有一個在香港的律師，其實他可能簡單講了幾句，其實不認同對方的說話，那就被人追著打，那打到是很，即那個視頻我見到那個打他的那個人其實是很很暴力，甚至是有人特地幫他這個暴力的行為是單把遮去遮住他，即這個行為其實已經完全超乎了即所謂咩民主啊，或者你自由啊，咁啊定即系变到系，其实我哋有一啲意见或者有一啲其他想法嘅人系，已经系唔敢再行出嚟再讲其他嘢啦。你觉得就这种经济压力、生活压力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吗？我谂系其中一个原因，因为确实喺香港依家即系年轻人嘅向上嘅流动性系越嚟越低嘅，
咁好多即係包括而家樓價咁高嘅時候，好多香港嘅年輕人其實佢好難去即係見到自己嘅未來係可以有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啊，或者過一個好好嘅生活。咁呢個本身其實我諗都係成件事嘅導火線啦。即係包括香港政府又好，包括我哋內地政府都好，其實應該係都係思考翻就係點樣幫呢啲年輕人解決翻佢哋關切嘅問題咯。什麼原因導致現在的社會矛盾這麼大？一家人都會有矛盾啦，咁好正常嘅。咁但係即係而家矛盾逐漸被激化咧，其實係我諗係主要嘅問題係我諗係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話我哋喺香港而家。越嚟越多暴力嘅嘢出到嚟嘅時候，個矛盾只係會被激化嘅，而係唔會被解決嘅。咁第二都係你都會見到，就係話會有一啲其他國家一啲外部嘅勢力係干預影響緊香港本身咯。咁其實香港嘅問題應該香港自己去解決，或者但係即係喺呢一個時候，其實包括美國啊一啲西方嘅國家，其實佢哋不斷係干預緊香港嘅社會嘅，咁啊令到。挑引咗我哋喺社會裏面嘅矛盾，係激化咗佢。即明明我哋自己可以消化得好嘅，但係俾一啲外部嘅勢力去挑引或者係挑撥離間咗咯。我覺得係。嗯，那你怎麼看這個國安法呢？咁而國安法佢出現就係為咗保障香港係即長期穩定咯。咁所以其實我所知嘅好多人其實係好支持同埋好期待呢個國安法係可以快啲去落實，咁啊令到大家係可以即過一個和平的生活。香港內部的問題其實要解決是我們是有辦法的，但是無緣無故即當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有一個人走出來，不如沒有我們港獨這樣，其實這樣的東西是最終令到香港的問題是越來越激化，是越來越解決不到的。而國安法或者是23條的立法就是要防止這些極端的事情發生，其實它保障的本身就是香港。那你作为一个香港年轻人，你希望香港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我希望香港在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去解决了我们现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而解决了之后，香港是依然是充满活力，依然是一个活力之都，动感之都。而这件事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就是需要稳定，需要社会大家有共融有共識，不可以出現就係話暴力啊、偏激啊、恐怖嘅行為啊，咁我覺得呢啲本身都唔係大家希望見到嘅啦。